小心啊。嗯，就是这儿了。今天我要拍一下这里的夜景，给设计师做参考。嗯，他们的设计里啊，融合了夜景这个部分，我觉得特别棒。好，要我帮你拍吗？不用，你的手摁一下快门都是值钱的。哇，这么高，站在这还有点害怕呢。你恐高吗？还好，比起高，黑更可怕。这里晚上有灯的。喂，怎么了？啊？啊？那你等我吧，我现在过去接你。哎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你把位置发我，我好跟司机说。嗯，天快下雨了，你等我吧。好。小宁，我先生的车淹在桥底下了，我得过去接他。钥匙我留在门上，你走的时候记得把门锁上。好，你放心，门我会锁的，小心啊。好。实在找不到其他人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在哪儿？安泰大厦，我跟文姐一起来的，她有事先走了。我被锁在楼顶了，我出不去。雷雨天你在楼顶太危险了，找个躲雨的地方等我。等我啊。Thank you.
还好吧？老板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向宁，向宁。